你针对着馆长汪章良上任了后，宣布未来四冬将以3亿的经费来补助65岁的老人增设加湿器费用。对此，今仔日议会临时会议审议预算，多数议员拢要求应该设排付条款。馆长汪章良讲，伫竞选期间提出涉及家己官满一冬的年满65岁长者，以及年满55岁原住民，全靠活动式加湿器每人补助40000元，半靠活动式加湿器20000元，部分活动式加湿器15500元，每人重新申请补助一届。对此，25号议会临时会审议甲备案补助加湿器一案的时，引起多位议员质询经费来源来自多位的。那如果未来的政府没有超征收税的时候，没有这笔经费，那台语关键几年请办会对得来？部分做的应该是属于做大施策的部分，所以应该那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？不会，我们。你怎么样保证不会？因为这个部分只要列入重大施政的部分，我们会优先编列裁员给他。那现在裁员怎么来？现在目前第一年，因为他没有编，他没有。对啊，你也说过第一年我们没有编这笔预算，在我去年的时候预算都没有编嘛，对不对？去年完全没有编这笔预算嘛？对。有这个科目吗？这个部分，所以我们这次要提电，这个有主席。那局长哦，今年是因为超征嘛？那假设往后年度没有超征的那个税的时候，你要用哪一个科目的预算？对，你会不会排挤到其他的？这个部分应该不会排挤到其他预算。谁在哪里排挤？因为这个部分到以后109以后就列入重大施政，因为现。另外，何祖环议员指出，补助加湿器不是法定补助，是不是应该设置排付条款的？对此，社会局长李正业指出，依照伊个人，应该唔免设置排付条款。第一个，这已经不是一个法定的社福预算；第二个，它是纳入了这个排付的公社会公平正义的设计。为什么我们嘉义县不纳入这个排付的设计？你认为要排付来，请你讲一下。我个人嘛，对，我个人。就代表个人我认为不需要排名，不需要排名。我个人，那他可以选择他要不要使用这项，这是我个人。嘉义县65岁以上老年人口大约有96356人，原住民55岁到64岁老人人口大约有723人。依照整体嘉义县大约有100000名的长者，增值比率8%，经费大约是1亿2000万左右。全靠活动式加湿器每人补助40000元，半靠活动式加湿器补助20000元，部分活动式加湿器每人补助1.5万元。新闻，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